王建林吗？回来了。好啊，部队好啊，真是教育人啊，是个好小伙子。谢谢三叔，我以前做了不少错事，对不起。过去事对不起了。真的吗？我来帮你。不用不用，来来来，不用，我来。解放军们都出来，解放军王彦兵回来了，快出来快出来。彦兵真的变好了，彦兵真的变好了。小弟弟，来，小弟弟啊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啊，千万不要像哥哥以前那样啊。谢谢哥哥。哎，真乖，嗯。叔叔阿姨，大爷大妈们，我王彦兵以前做了不少错事，我向大家道歉。可是他又走了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又不要我。那你放心，无论到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要把爸爸找回来，带到你面前磕头。
王艳斌家就住这儿，这地址上写的是这儿啊，具体是哪家哪户就不知道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要不喊一嗓子得了吧。哎，瞎搞，穿着军装呢，扰民呢。王艳斌，有人找你。有人，王艳斌，有人找你。哎，大爸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找王艳斌呢？哎呀，你们都是部队上的人，没错。看来王艳斌是这儿名人啊。他老出名呢，打小就出名。为什么这么出名啊？那王延明小的时候啊，不是打人家的玻璃，哎呦，就是偷人家的鸽子，要不就是扎人家的料盆，是不是啊？街坊邻居谁都知道他，那可是500年的难得一见的小调皮蛋哦。500年就这么个玩意儿？王延明，哎，是不是？哦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王延明，有人走。500年就出这么个玩意儿？有人走，真厉害啊！祸害，走。快！燕斌，你战友来了。哎，来了。燕斌，大妈，战友来了，来看看。哎，你们聊啊。哎，谢谢大妈，谢谢大妈，谢谢大妈，再见。你俩来看我这，空着手。不是，你几个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开玩笑了，何止是小坏蛋，照我看他是个大霸王。哎，行，往事不堪回首，别提了好吗？哎，别不提呀、啊，这你的糗事儿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啊！没错，我说，大叔，让我们开心。我说你们俩是干部，干部就要有个干部的形状。哎，我说啥形状？干部啥形状啊？你就像咱们参谋长，一样。要留下，哇！温总，温总，那睡，别打乱了，赶紧吃吧。吃完了以后，咱们去找何晨光去。哎，对，哎，说到这何晨光，他跟这个小唐教员怎么样了？没错，上回你们俩没忘吧？那叫什么？首任猎人，都到这地步了，他俩还能和好呢？嗯，是啊，我发现了。以前飞行员很八卦，但没想到你个小四眼田鸡也这么八卦。看看你们说话，不懂了吧？爱情，那是永恒的主题。什么叫八卦？吓得都快吃！吃完咱去找何晨光去。嗯，对了，今天咱一定要把何晨光逼问清楚了。啊，他跟小唐教员那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吧？别到时候都结婚了，咱哥几个最后才知道，那可把人丢大。谁要结婚了？哎呦！这说曹操哈！来，你们这么惦记着我能不赶紧到吗？坐。你要结婚了啊？你要结婚了？嗨，他们俩跟这贫呢，你理他们？哎，你不是陪你爷爷奶奶去了吗？我跟他们说我来看战友，我爷爷就让我把这个拿来了。这什么呀？哎，你们俩多学着点儿，你看看人家多懂事儿啊！有完没完？来就来，你还带东西，真是！客气，把什么东西？哟，又是这个酒！哎呦，我说，幸亏咱们今儿来了，要不咱到今天还喝不上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一看就是好酒，来，我看，还真得打开喝呀，这得！打什么开？打开？哎，咱们四个都到齐了，我有一建议，去江家找李二牛。你怎么知道？要不怎么能红细胞呢？哎。靠谱，去找李二牛，不醉不归，放开喝。